就跟國際培友會就去了陝西順化探訪，那次的經歷其實 都幾好，刻骨銘心。雖然他們的生活真的那麼困苦，但他們的生命力他們真的很堅強。我記得是兩年多 三年前我兒子去完探訪之後，原來那是一個好的教育。有時候我們做這些工作呢，不單單是為即自己為要做好事，其實對個小朋友咧嗰個影響好緊要。我都好榮幸啦，咁因為我自己係大使，咁我個仔咧又成為第一屆嘅學生大使，其實都可以感染人，即係最近嘅咧就係感染自己嘅屋企人啦，同埋自己嘅仔女啦。如果我哋同樣一齊做咗一啲機會俾佢哋，好似我哋籌款啦，而去俾佢哋成立有學校啊，或者咧令到佢哋會多一個機會嘅話咧，都可以發放自己嘅力量咯。全愛全心。